我不一样，我是做市场的。入行容易，想做到高位就很难。所以我不得不承认，留在白岸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如果真的不开心，就别干了。我养你。我不是说要结婚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只是为了生活，没有必要委屈自己。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。有你真好，我要是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不会没有我的。